丽丽闲聊，我觉得人年龄大以后就是很难交朋友。其实朋友为啥大家都说是缘分呢？就是你真的是小的时候，你很多困难或者很多不成熟的时候，人和人比较容易交心。但长大以后，大家就会变成一个有礼有节的交往。当然，但是你要学会分辨哪些人是能刻意维系。就是我说的刻意维系，不是说你刻意去迎合他那种，而是比如说朋友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要顶上。跟彼此要聊天，但也不是那种说和我朋友很久没聊天了，我们不会疏远吧，我们去聊个天吧，也不是，你就是会想跟他说你生活里的事儿。我觉得朋友真的不用多，交心就好。那如果你说你一个没有的话，我相信你也有一些，就是你还会爱一些事情，比如说你可能有阅读的习惯，你可能有网友，就是在网上和别人交流的习惯。我觉得人内心不孤独，不是说一定要有物理意义上的朋友了。但人的内心不孤独其实也是很难的，就是你有朋友跟你聊天，但你没有喜欢做的事情，你还是会孤独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孤独感，你就是接受它吧，努力的让自己不孤独，但是不可避免的孤独出现的时候，其实也蛮好的，会觉得自己挺酷的。